Hello，体验一下它那个声音呢？iPhone 十二的录音的那个声音，我觉得它的音效不错哎。这十二，它声音是小巧版的立体声。我这不一样哦，等一下在那个什么？对，iPhone 十二的。那你帮我等一下，帮我拍我。直接吃啊，还是要蘸酱？直接吃，蘸点酱。我这个影片，我那支影片是用 iPhone 10 Max 拍的。我不敢播人家影片啊，因为有版权的东西。要不要再蘸点？两个综合一点。综合。来蘸一点。大家听听声音怎样？我拍的时候是用 4K 拍的。真的是辣，辣味的，甜的。辣的，甜的。我觉得它这块荧幕不错。我刚才播那个捍卫战士的那个声音也不错，那个立体声也不错，比较小巧版的，也没有那么低沉。我特意准备播那个影片会更棒。大家觉得那声音怎样？嗯，叫的蛮出色的。那蛮出色的哦。OK， 好了，这边就比短一点了，因为我食物已经来了。OK， 不然等下凉掉。对啊，凉掉就怕会有那个了。OK， 这边影片结束了，拜拜再见，拜拜再见。OK， 没看到。还不错啊，我把它再播一个影片，我的影片，再播我的影片。电风扇，好 ，OK， 再播一。好，开始啊。那这边。OK， 好了。好久没来到一三五了，这边好久没来了，因为现在每次吃锅油真的是要花一大圈。换下去，已经拍了300多集以上。这边我是蛮不值得推荐的，这已经吃了多次，来跟你介绍一下吃。这个叫什么黄金定时吧，160块，这是鸡腿的。大家觉得声音怎样？鸡腿的，你要把这个。我觉得那声音立体声不错。刚来而已哦，顶上去。这是什么？柠檬哎。嗯，柠檬的体味吧。嗯。吃，我喜欢一点酸酸的感觉。看脸。看一下手，来呀！看下去，去中华电信买了，老婆都很吃了，已经拍了开箱了，等一下就会上影片了，很简单。现在就是老婆第一次用 iPhone 的 iOS 系统 ，OK。先吃一下这个吧，我们称出来的时候来吃看看。很脆。不错，我觉得他声音表现还不错，立体声表现不错。三点钟啊，真的 ，OK。他立体声表现的真的不错，我刚才真的是看那个《捍卫战士》，其实在这台来看电影真的很爽。OK， 好了，影片结束了，拜拜，再见。OK 了，播的影片不会有版权的问题，拜拜，再见。